啊，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各位官员，大家早。主席，我想请部长。麻烦张部长。谢委员好。部长你早哈。部长，我请教你，延续上延续礼拜一的那个我对你请教的一个继续下去哈。我想请教你，那个工商协进会已经结束了嘛？哈。是昨天。你有参与吗？有是。是那个院长率财政部会首长参与嘛？哈。是。那请问部长，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啊。那你有没有受益良多？就是他们的意见，我们有提出回应，然后呢，也听到他们的意见了，是。啊，有没有受益良多？没有，他们是都是提意见啦，并没有说提意见，对，都提意见。那你对于他们的意见加上谏言，你有什么看法？事实上跟财政部有关的是三点，我大概做适度回应了。第一个就是金控廉洁税制，那事实上我们已经解决差不多了，要根本解决是金控法49条的问题了。嗯，所以那我们在没有修法的情况下能够解决的差不多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回应的是有关台新营跟彰营整并的问题。嗯，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立场大概都还一致了，就是以整体国家利益为主要的考量原则了。啊，所以目前大概就是要整并，也要考虑对象啊，也不是说随便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第三点哈，第三点跟我们有关的就是，就是有关，对不起，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跟财政部有关的。有关的就是你礼拜一所说的是要具体的忠孝是吧？对，就整并要有忠孝，要有互补，对。那我请教部长。是。当然，以彰营跟那个台新以前你们态度是让他有经营的经营权嘛，并非合并嘛，对不对？是。那现在谈的合并，那我刚才听了部长你所讲的是说八大银行公股银行占台湾的市占率有55%以上，那其他26家才在分这个45%的这个市占率，对不对？ 是。那我想我在这边建议部长，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这个说辞是好的，问题点是不是说要让这个市场更活泼化，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这个是对外界一直说 overbanking， 说台湾加速过多哈、嗯、我是说加速过多大家一直，但是你要让这个市场更活泼嘛，那我再请教部长，是你持不合并的原因你可以说吗？其实彰营跟台新，你说那个彰营的员工的权益、股东的权益、客户的权益不好，第一点是不是？嗯，还是好，你总是要说清楚嘛。是。那你就对国家的利益、对财政部的利益是不好还是好？你总要说明嘛。是，事实上我们在以前的记者会新闻稿都说得很清楚了。嗯，因为彰营哈，我们说彰营是百年老店了，它资产1.7兆，很丰厚。我们不管它资产有没有重估不重估，这个是一回事嘛。对、哦、对。问题是说，我在考量的是说，因为我们的 base 不够，世界的市占率排不上进去。那当然，那个彭淮南有讲一句话是说，因为不是大就好。嗯，当然，我要请教部长，你不要不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台新银行的 EPS 不好，还是台新经营的绩效 ROA 不好？你总是要说清楚。是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是金管会的权责了，他对台新银行的监理哈、嗯，他们很清楚了。那你那个财政部占了那么大的股权，你也应该非常清楚嘛。你既然在以前就把经营权给他们经营了，你怎么会不清楚啊？股东哎、欸，对，那是当然。我说是在这个股东里面的是领头羊哎、欸。嗯，我是说部长，我倒是认为你应该要讲真话。嗯，我是说。过去财政部那份函并没有答应他彰营要整并给他，嗯，并那个函里面没有讲这句话，只是说你是认为台新银行的财务健全不结构是不健全是吧？这一点我不敢讲，因为这是金管会来讲，我不敢讲，因为还是因为台新银行的呆账过多，这些不是我能讲的。你可以看到这样啊，你是大股东哎、欸。对，我们会跟金管会私下请教。还是因为台新银行呆账，是因为那信用卡200多亿的问题啊，产生你们有问号问号问号。看起来委员是对台新银行非常了解。这个是资讯，是每个人都有。是。知识经济时代早就来临了。是。上网去看就到啦、啊。是。那你们是在孤立什么？
其实顾虑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两点了，公司治理要好，财务结构要健全。但是后续的我们就不能多讲。那我要请问你，他的财务结构不健全哦？这个我还是他的治理不好。那既然是治理不好，为什么以前你就把它让给台新银行来做经营权呢？那是过去的人让的啦，我只能这样讲，对吧？啊，所以说我在这边请教部长，你应该是要有担当的部长，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嘛。对，我现在有担，我现在有担当，就是说这个整并案我们不赞成。是什么原因不赞成？就是我们说对财务结构不健全，公司治理不健全，还是有黑数？但是不可能有黑数啊，那个金管会管得那么严啊。部长，你讲啊，我听你讲啊。有，我们事实上。你为什么那不爱讲？有，我们讲的很多了。你为什么这一下是什么原因？对这个案子讲的非常多了，对。那是不是负债比的问题？我想这个负债比是过高还是过低？你总要讲清楚你要不要的原因嘛。人家要嫁给你，你也不要；人家要娶你，你也不要。啊，我到底喜欢谁家代志？啊，部长，因为那个财政部那个股权又是这么大，是大股东。那你因为这个是国人的那个民脂民膏啊，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啊。我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嘛，所以我们认为不宜了这个案子。对，国家的利益是这个案子不宜。那好，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经营权要拿回来啊，才是进一步啊。因为你说国家的利益你认为不好，那你是不是要经营权要拿回来更进一步嘛？既然不好，我们有反差的思想嘛。是部长。那经营权呢？目前等于是官民共治了，他们董事长派董事长，我们派董事长。你认为是不好不宜嘛？那甚至你要更进一步的作为啊，有担当的部长啊，那经营权要拿回来啊。委员，您的指教非常好了，但是有些事情啊。那你我的说法，你同意吗？经营权拿回来，你同意吗？我同意，但是有的时候要看国家的财政。那部长，你同意的话，那你多久的时点要拿回来？你的计划。啊，委员，这有些事情啊。不是啊，你说同意的嘛，那有计划嘛，总是有一个时程嘛，那多久拿回来？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了。你哎，你部长呢？你不能偷鸡摸狗啊！怎么偷鸡摸狗？那这个是一个，我没有偷鸡，也没有摸狗。这个是一个官股，是一个我们全民、我们纳税人的钱呢。这些要从长，因为报告委员哈，像这种事情了、任何一句话都会影响股市了。我讲白一点了，所以有些事情不能多说了。就是说答应要研究，也会影响股市，所以台新金。在2月19号那你部长召开董事会，当天就涨。我刚刚跟你讲经营权的问题，你是说影响股市不能说？但是你在那个工商协进会在开会的话，你也是有你的看法，也有你的定见呐、有我那看法、就是，对不对？你也有你的说辞啊。那总是你没有办法一步到位，总是有个时程嘛，好嘛。那现在经营权哪个时候收回来嘛？我再请教部长嘛。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规，没有这样的计划。那就继续让它烂下去，你乐意看到？没有烂，彰化银行去年盈余102亿，没有烂。他投资的，他拿回他的盈余股利，也拿回很多了。啊，好啊，那你讲的又错误了。刚刚一秒钟前你说他经营绩效不好，现在又讲说他可以获利102亿。我讲彰化银行不是台新啊，我讲彰化银行占102亿。彰化银行的经营权是台新在经营啊。但是。他按照他20%，是他的经营权在经营、啊。他按照他的股权在分。保定的工会 KK 楼的反差太大。没有，我们可能在这边哦，没有在交叉点了。我说彰化银行经营很好，他们投资的360亿，22.5%的股权都分配他应得的盈余了。他都分配到他应得的盈余。我时间有限了，我想你应该有一个实行计划了，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书面了。这个我切切跟你要求了，主席，我希望。部长对于这个台新银行跟彰化银行的，他既然是有经营权的问题，看多久的时期可以把它规划好，给我一个数据好不好？部长，麻烦尊重一下我们委员的一个权利啊，对我们会给书面报告，是，但是我们会给书面报告，可以哈？是，部长，谢谢你，谢谢。那部长，我再请教你哈，当然是监委的纠正案啦，大家都谈了很久了啦哈。你们花纹收两个字，尊重嘛，哈，我们都知道清楚了。但是我这边监委提到有两点，第一点是证交税达成率够低，第二点是国内的资金外流。那部长，
我们都知道哦，你的正交税达成率才达到56.9%，但是问题点我要请教你，我们的资金外流很恐怖哦，我这个数据是从那个央行来的哦，我们在二 Q 的时候，我们对外投资是2460亿哦，那个三 Q 的时候是变5160亿，为什么会差一倍以上，差这么多出去了，是什么原因？部长，是大环境的问题，还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政策的问题？你认为是哪一点？这原因其实蛮复杂的啦，不是单一因素，绝非单一因素，蛮复杂的，是。那是什么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是外资哈、哦，他说外资它是全球布局，在资金在进进出出了，他看到哎哪个地方哎有不稳定了，他就走；哪些地方比较好，他就往那里去。那部长，对，那对正交税跟那个资金外流两个这个有没有关联呢、啊？有，一定有关联。有关联哦。一定有关联。那他们提出来，那他们这个监委提出来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还是对还是不对？我要讲的是，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以你财，你以你财政部长的看法逻辑有没有正确？正交税的短征跟正所税一定有关联，但是正所税不是单一因素，还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提出来的时点不对。这些我想我们尊重。你同意我的说辞吗？我其实这是监察。你同意吗？这是监察院的纠正文了、啊。我想这个披露他就说时机不对，我们尊重了，是。时机不对，政策尊重。那政策对不对？其实有所得就要课税。要这个正交税、正所税，这个政策对不对？其实有所得就要课税，这是租税公平。这是一定的嘛？我是说提出来的政策对不对？政策是应该是对的了。政策对、啊、对，有所得就要课税。但是政策对的话，这个数据长出来这样可以看吗？他纠正的是时机点了。哈，部长，你说政策对，当然你一定要为你的政策护航，这个是我给问的啦哈。那既然好，我再请教部长。那三大法人最近都在搓银根，你知道吗？这点我不清楚。不知道嘛？自营商、外资跟那个投信都在搓银根，就光是三月份哦，上个月三月份哦，卖超就605亿哦。光是四月18号到4月16号，贝刚鸟，我们也是被抽银根908亿哦、嗯，光是这两天，嗯，这两天哦，是礼拜一跟，这应该跟这，今天是礼拜三哦，光礼拜一礼拜二就被抽了714亿哦，这跟应该正所税没有关系了，不，那是政策的问题啊，怎么没有问题？没有，已经政策的问题怎么没有问题？实施4个多月了哈、哦，都部长。因为为什么会抽银根，为什么会出去呢？大家对咱台湾投资都不清不楚不明嘛，大家有堪忧有忧虑嘛。那这个钱是有，我跟委员报告，它破位随时在移转嘛。但是我跟委员报告最新的数据，民间投资是成长的，所以中华经济研究院把经济成长率上调到3.63了、啊。今年你如果要讲成长，我在因为我时间是都到了，没有你要讲成长，我可以再继续跟你讲下去。我们有成长吗？我们是负成长嘞。不会啊。我们股市是负成长、欸，不是，我是整个经济成长是缓慢成长、啊、好了，我时间到了啦，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薛林薛委员，谢谢部长，我们下一位请。